何是好？如何是好？哪里不好？我老奴哪里不好？我哪里不好？背上猪八戒的戏，我又不掉坑里，怎么能够不掉坑里？哎呀，官人路上请。能配上我老猪的人很少，我比唐僧都主贵。唐僧那个皮包的和尚光会阿弥陀佛，我会的多，我会丘帕嘞。哎呦我的妈！你给我的个丘帕嘞！上风风，飞坑猫 baby， 他的朋友。怎么是十分钟的呀？好嘞好嘞好嘞，可别觉得我老感谢德全大哥又给我遮风挡雨给我打伞呢、啊、感谢大哥，感谢余生是大哥，都喊老猪终于有娘家人了，我老猪也家里胸口了，给我打伞遮雨的得啊。给我大哥王子哥给我弹起来，学着吧学着吧，哎呀向前冲，我大哥我要做我自己的英雄，忍着泪直播间所有的够了哥够了哥大哥够了，我去吧，哎呀世界上最美的表情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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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啊，直播间所有的兄弟们，给咱王子哥抱上来，盘点观众，我去，我去，哎呀，我的哥，我的哥，够了，够，够了。王子哥在 KS 就支持我，是我的好大哥，兄弟们，今天能来抖音，为了我来抖音砍我，打击我大哥，在 KS 刷了好几个亿，兄弟们，好几个亿，兄弟们，大哥很厉害，兄弟们，直播间的兄弟，哎呦，一点一翻倍，加成，加成，兄弟们就打棒棒糖。我的老爷，给王子哥能不能等到21万，兄弟们，哥别看那么多哥。哎呀。哎呀，我的，我的，王子哥，直播间19000人，给我大哥，别动，别关注，别关注，兄弟们，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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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在 KS 兄弟们刷礼物刷到了，说一粉丝1-2千万，兄弟们，什么概念，兄弟们？刷了好几个亿。刚入驻抖音，兄弟们，你看王子哥，你现在关注他，你看以后半年以后，你看王子哥的粉丝量，你看兄弟们，官方助推的一个大哥，官方助推大哥，兄弟们，你看看什么的一个概念。你关注王子哥的人，给榜一大哥，给我哥点到21万，兄弟们，点波关注，兄弟们，哥你别整那么多，哎呀，你出手还像以前一样。真这么狠，在 KS 给我光给我娶媳妇，给我娶了100多个媳妇，200多个媳妇，现在就打礼物打 PK， 一共赢媳妇赢了好几百个，想想吧。永飞咱家有大哥，就是永飞皮脸皮薄，他不敢喊我大哥，说了永飞你在哪，我就支持你，我都来大半年了，我从来没有给我哥发微信过，感谢我明了哥，欢迎我哥。对，所以我哥一看我这找不着我，来抖音来看我，一看我发现我在这儿呢，生气了，你怎么去抖音你不给我说一声呢？就是这样的，因为有位大哥很多，哎，我家信诚大哥不比一般人少，拍了好多个，就是低调点，兄弟们低调点，还差500，兄弟们给我大哥点关注，兄弟们破什么东西来，传言说众人拾柴火焰高，一首歌曲老歌，众人划船送你。
一只猪狗也南渡望洋海，众人划桨游，开动大帆船，一棵小树叶躲不进风雨，百里森林游，并肩奈随哈，奈随哈，一家是十家百，百家千千万万，你家我家你，大家是笑脸。同志们共起还让路，好子们一喊浪淘遍，白哥们挣六千半斤，波涛在后岸三千。给我面子，给点关注，兄弟们，给点关注，兄弟们，不保留我，我给管住一万，哎，保留我关注。十家百，百家千千万万，你家我家你，大家是笑脸。同志们共起还让路，好子们一喊浪淘遍，白哥们挣六千半斤。波涛在后岸在前，冲这么高起黑，哎呀转了，打下我林渡哥，打我打前翻机，波涛在后岸在前，感谢直播间所有兄弟们，哥几个给宝上大哥都点点关注，兄弟们给我刚才我零度哥也来了，兄弟们我的好哥几个都点点关注，兄弟们咱呢迎着风向前冲，我要做我自己的英雄。还有二号麦以狼哥，兄弟给咱以狼哥点点关注，以狼哥还有简单明老哥，我的好兄弟好哥哥，十四级的人才，兄弟们点点关注，兄弟们给我哥点点关注，还有咱们的别来无恙西藏哥管人情哥又改名哥，感谢三哥哥，我零度哥，还有西，还有黑心，还有雪妮，人家保险实习，人家徒弟，还有一生有你，还有抖音看客，嗯，嘿，还有咱们家东海七公主，还有星矢，还有大海哥，辛苦了各位兄弟们，哥几个把礼物都给我停了，停了。动手点赞点关注，兄弟们点赞点关注，王子哥到二十一万是吧，辛苦各位，笑容好来，只为了我心中的每次感动，太狠了太狠了，兄弟们太狠了，给王子哥再点点，兄弟再点点，那怎么的，这真地方兄弟啊，哥你这么对我的话，哥我真想问你去变性。哎呦我知道这方一定干了冲动，再先破个千万，感谢飞扬大哥，谢谢大哥，兄弟们一个现在票可以停了，兄弟们礼物可以停了，点赞点赞点赞，兄弟们我知道我的生命从此一定与众不同，迎着风向前冲，我要冲，点赞兄弟们点赞，忍着泪，忍着痛，只为心中不变的梦。见过最好红大哥，我有事儿，兄弟们，大哥能给我能在 KS 那时候就想让我给他干，给我500W，500W。我说哥，我这辈子兄弟就认个情字，既然和我刀哥有合同。王子哥特别欣赏我，哥特别欣赏我，特别对咱好，兄弟们，以这个星星大哥给大哥点点关注，在 KS 刷了几个亿，兄弟们。这个九杯，我给你500W，你给我干。我说哥，我这辈子，咱既然有约在先了，下辈子，没想到我哥又得支持我，去破了。向前冲，我要超越自己才激动，每滴泪，好，每次痛，媳妇全拿下。
兄弟们，这帮让大哥兄弟们，你们帮我点关注，永飞咱家人就够用。快点快点，永飞吃饱了省负担。硝烟弥漫着战场，双眼怒视着前方，军情血液发烫。一国云天，我仇恨的目光会让你变得慌张，从不畏惧死亡，心脏里充满能量，我们分享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对对对对，嗯。也特别特别对我好的大哥，大哥你别这么着，来日玩就行，再好好咱那怎的，那这个今天又消费两 W， 我又吃饱了，兄弟们吃饱了。该说不说，这整的哥最喜欢给我娶媳妇，只要我一娶媳妇，我哥疯狂整，家里都飞机都卖了，都就为了给我找媳妇，这几个三个都是我的好朋友，哥，这媳妇都是我们挺好，你这个媳妇啊，都让他，对吧？这都已经是我的媳妇了，哥，你听到这？有人，尤其这个月明和曹雪，我仨都，我俩都在一起，都很在一起，都很久了，还有这个哲哲，啊，对对，这个啊，我们的交情可深了。哎呀，没拉后腿。没拉后腿吧，发这个。我拉后腿了。没有，太棒了，感谢感谢。没有没有，都很棒，都很棒。这一局被八戒哥带的 GTP 瞬间就抬升了。对，梁子，你就别怪来怪去，咱们俩就我婚结了得了，哈。行，你跟谁说呢？奖励他们结婚。奖励？对，你跟谁说呢？你跟。那个猪八戒，就你们三个呀！我从来不做选择，他们三个选一个吧，我一个都不选，全是我的，我可不选。想得美，想得美，输赢不重要，开心就好。对，大家辛苦了，谢谢大家，那就辛苦了大家。表个白，我觉得对姑娘那也挺难哈。嗯。表白哪个姑娘难了？对对，哪个姑娘在你这都难。对对对，表白呀，要注意。嗯，我怎么这个字就没去掉？这个兄弟们福袋整的，这整的就差劲翻车了。这样，咱们就对这个表白对你们都不难，就开始吧。我看谁好，我选谁。应该没我的事儿吧？当然有了。我今天。我今天不是你的正宫娘娘吗？我应该替你选秀才对呀。啊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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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这正宫对，说的没毛病。但是我觉得月明的这身装扮啊，如果他不跟你配合一下，就真的是有点浪费。玩一会儿，这个再跳，玩一会儿我再跳八戒哥的火坑。这。可是我俩得配合上这个皇上。你这啥扮相啊，呆子？我这个猪王。你是猪王。哎，猪王。你是猪精。对。来，练秀小奖励，等会儿给大伙唱歌表演。小奖励，来，你先来。来吧，你们来。是来选秀了啊！选秀了，我开始表白了，好难啊！不是装备，那个你们玩的披风有经验吗？就那个表白的这个表白的情书啊！二位美人，脸现在已经开始红了。我的天啊！二位美人，这太难了吧？就放马过来吧。一人一次，嗨，来，一人一次，哎，对，我做一回美猪王得了。呆子，注意形象，呆子，选秀呢？来，开始，坐好，正式点啊，正式点。嗯，那我就唱一首表白的歌算了。不啊，等会儿都得唱。哎呦我的妈！等会儿。你俩感谢借助，得让哲哲先来看看行。小姑娘不学表白以后怎么找婆家？你说啥？谁？我先来吗？对。哦，那我来了。哎呀，我好
没有变声的软件，没有。哦，他要变声了。还有，八戒哥哥，八戒哥哥，你快，那个，我想，停！你听我说，这样，听我打个样。让月明打个样，你看一个表白是正式的。来，月明，你打个样，来，再打个样。八戒，来开始。我是打个样。这小子，可能你们可能都是男人给你们表白，给你们说爱喜欢，你可能没给男人说过。月明，给打个样。八戒哥哥，我放个音乐可以吗？对，来，好好，再给我撞撞哪儿？对，发挥，太难了，八戒哥哥，你师父说四大皆空，我看他的眼神，确实眼睛里确实没有我，八戒哥哥，难道你觉得我不美吗？我都好。难道在你眼里我算不得国宝吗？算得。八戒哥哥，此番西行路途遥远，一路坎坷，我知道你习性好吃懒做，对，如今我西凉女国有各种美食美女美景，不知你是否愿意留下与我共度良宵。你为什么这么爱我？我长得又丑，身上又骚，性格又这么狂，性格又这么放荡，你为什么爱我？我哪里吸引了你？因为我喜欢养猪。养我？你不怕猪？对。给你戴绿帽子吗？我不怕。你莫非？如今我西凉女国哦，御花园一千顷哦，就是缺只宠物猪。好。如今我是相中你了。好。以后。我想。哦。我想我们俩今生今世是有缘分的。对，以后女儿国就没有女孩了，都是猪羔子配。配极了。配。哥哥。哦。愿意留下吗？你。哥哥。哦哦。今夜良宵难得。嗯，意思就哥哥就这意思，就是让我睡觉。有人，是这意思吗？别说良宵，我听不懂，直接说是上床睡觉，是这意思吗？是这意思吗？是这意思吗？你说话别笑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啊！我为你。我为你，哦，搭建的小窝已经装修好了。好，我喜欢裸睡。好，喂，睡觉。哎呦我的妈！睡觉。没瞎大哥，终究逃不过此劫。好，对，想想我西凉女国，唉，终究逃不过此难。就哎，不是，不，这不是难，这不是难，这吉，大吉大利吉，成全了今日是万千之喜。对，走吧，八戒哥，来吧，没事。我等我把这两个一起拉上一起，好，看懂了吗？看懂了吗？看懂了，看懂了。
这也太难了，我的天哪！来，这得来，咱们就从正宫把这个音乐关了，让哲哲自己配音乐，感情也钢琴都行。来，哎呀，这谁都比我好，哎呀，行，那快，我要躺下了。啊，又躺下，别，哎、表白干嘛？睡觉呀，快啊！我躺着表白呀，我要躺着表白。咦，我的宝贝儿，这个够狠，来吧，八戒哥哥，你回答我，八戒哥哥，哎。你怎么没有情感的回答我？你要哎、啊，八戒哥哥，哇，这叫声真好听，我就喜欢听你叫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一见到你我就害怕吗？啊、为什么？因为妈妈告诉我，啊、人家打小就怕老公，所以我一见到你就有一种那种害怕感。你说这是那种前世修来的吗？啊，不要不要，我有点害怕，你不要这样啊，不要。别笑别笑。不要。哦，这笑我亲谁？干嘛干嘛？谁笑了？你在干什么？如果你要是这么也无动于衷的话，那我就为你表演一曲。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，你快阿秋阿次，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。如果半夜你被手机吵醒，你快点滴溜溜滴溜溜，那一定就是我还在想你。如果这样爱你，如果这样不行的话，如果这样你不答应我的话，那你就听我说，听我说，八戒哥哥不够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别听我说，听我说，八戒哥哥遇到对手了。谢谢你，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。谢谢你，感谢有你，自我封号吧我。八戒哥哥遇到妖精了，这个。我不知道。